打开再一次，它那个皮要换位置，皮要换位置啊，那个皮再压一次，还没有压干净。压干净了吗？你看一下。压干净了。好，那先放着。啊，再拿一个新的。啊，放在抹布上面。好，打开。啊，你看皮压干净了没？干净的。这样有吗？有啊。还有肉呢，再压一次好不好？好。